苹果公司一直以来都以其出色的硬件和软件性能著称。近日，一个苹果爆料大神再度发布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。据称 ，IPHONE15PM 将会拥有 6X 潜望长焦，化身为一款望远镜。关于这个消息，网友们纷纷表示非常激动和期待。有不少人认为，这个新功能将会是一款非常实用的工具，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拍摄风景、野生动物、星空等的摄影发烧友来说，更是如虎添翼。那么，什么是 6X 潜望长焦呢？简单的说，它就是一种能够让用户拍摄更远距离目标的技术。使用 6X 潜望长焦，用户可以将拍摄对象的画面最多放大6倍，从而能更清晰地捕捉更遥远的目标。如果这一功能真的能够应用到 IPHONE15PM 上，那么用户的拍摄范围将会大大扩展，拍出更独特、更震撼的作品，毫无疑问。当然，随着这一新功能的加入，有不少网友也担心 IPHONE15PM 的价格会因此再度上涨。实际上，苹果的每一次升级都会伴随着一定的涨价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只要这个新功能能够实现，相信能够满足不少摄影爱好者的需求。总的来说，如果这个消息是真实的 ，IPHONE15PM 有了这个新功能，将会让不少用户感到非常兴奋，特别是对于摄影发烧友来说。但是，更高的价格也让一些用户望而却步。我们还需要等待更多的消息确认，以了解苹果真正在 IPHONE15PM 上添加了什么新功能，是否真的会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。